大后面有吗？他哥，后台私信一下，后台。没有。哦，暂时没有吧，暂时没有啊。美女饭口吗？可以上公司牌吗？嗯，不行。你想上公司牌不行，宝子，一万了，女生一万，姐姐请下车是吗？一万了吗？摄影师关一下，你会关吗？我来关，来帮他把，我今天把大家的把大家美颜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这样关了，把美颜关了啊。我已经把美颜关了，宝子们，就是因为戴口罩了，今天就是好了，像素不清晰是不是？像素不清晰的话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怎么办呢？口罩拿下来不热吗？今天脸被那个蜜蜂蛰了，不能拿下来，不能拿下来。我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蓝光是蓝光啊，宝子们，应该是最清晰的，最清晰的不是无美颜啊，姐姐是无美颜啊，宝子。调蓝光已经是蓝光了，这一万起码有我三千多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一万发个福袋给大家好不好？先给大家发波福袋啊，宝子们，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，动动咱们各个发财的小手指，喜欢哪里点哪里啊，喜欢哪里点哪，有没有敞篷跑车？敞篷的暂时没有，有跑车，有跑车行吗？不敞篷，要不把你的棚砸一个洞出来，敞篷一下，还行是不是？这一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！我们这台 A6 今天晚上只要31啊，只要31，原版有补漆，但是是几个面两。三四个面的一个补漆好不好？拆框都支持第三方检测，只要31个 W 啊！下车吧，姐姐，他们让我下车，是不是？我刚答应他们什么了？我刚答应他们什么了？欢迎大家，晚上好，能不能把赞再点一点？一万一，看看净身高啊？好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答应你们就答应到了。但是这个的话，只能就比较快啊，因为大家抖音。这个车是1米47，车高是1米47嘛？嗯。这个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抖音直播间应该不允许光脚直播吧？给大家看一下净身高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我就满足大家了，好了，这样差不多就行了。嗯，看看比车高多少吧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那我就穿鞋了，宝子们。为什么戴口罩了？因为就是说被蜜蜂蛰了，被蜜蜂蛰了啊！可以了吗？149，天哪，他们是我149，刚刚。